有保佑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的活动，从推广我们的这样的中秋节的这个季节性的柚子之外，未来的葡萄蜜柚也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多多的来购买，来有吃有保佑柚来做爱心，替农民来销售这一个柚子，也替我们的创世基金会来就是来照顾我们的弱势，送达我们消费者的手中，消费者在第一个时间能够吃到最好的柚子，那把所有的盈余能够捐给创世基金会，那相信未来宝山乡的农业慢慢的会跟企业，会跟各个公益团体大家做一个结合，那未来相信的整个对于宝山乡的农业的整体的一个推广与整个运输的运销的一个管道，会达到一个最好的目的。